我是伟静，我是吴欣婷。然后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续新闻的需要你贴心，然后有个秘密任务。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聚在一起呢？是因为最近我们一部戏叫做摇滚毕业生，然后是我们两个灵魂交换的戏。对，可以讲在哪里播吗？可以啊，可以哈。我们会剪掉，没有剪掉。来，请问在哪里播呢？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10点在华视频道，然后隔天的中午12点 Choco TV 还有 Line TV 也会上线。是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那今天那个需要你贴心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化身成。我今天是海山男孩，我今天是台客啦，真的蓝白拖啊。那你今天是 cosplay 的美娜吗？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金发辣妹，金发辣妹。我觉得我变装的蛮成功，就是你其实很明显是伟静。可是我等一下应该会连声音啊什么语调都变了、啊，好好，不然我怕我太明显。那我觉得我是认不太出来。我觉得你还是认得出来啦，因为我们等一下发的传单呢，就是我们戏里面的传单，然后上面就是马上有我们两个的照片，所以如果那个人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就可能就会被认出来，但是我们就要想尽办法不要被认出来，对，然后发最多的那一张的那个人就赢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中途还会互相给互相吃，对，然后输的有惩罚，有惩罚，没错，惩罚是什么？惩罚也要跟。要先决定谁要输。对啊，还是我们猜先。他赢的人决定。然后是后面，再走。我想想，先比较好还是后面好？好。你太假了，来不及了。我想说，好吧，那好，因为我想说先，然后之后才能出更难的啊，先的比较。你想要报仇？如果对对对，看你先给我什么指令，我再决定给你什么指令。有种高智商超生的感觉，对，很可怕。好的，我说你手臂有练过？没有啦，真的很细啦，秀一下，秀一下，真的是很细哦，真的是很细。刚刚直播间干嘛？他刚刚还在直接让我好手机也不想看这样子。可是说你左脸一摆平，谁都认得出，所以大家要遮左脸。你等一下又一直右脸，不可能啦！我等一下还是会这样，不然哎，你要看一下是谁来套传单呐、啊，怪人。好，心体要准备吗？好，要准备了吗？哈哈哈先。好，那我们是心体先出发嘛，对不对？那我们从。哈哈哈哈哈！你可以讲一下当时当时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拿，只有那种赶着要赶快上课的才没拿，所以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不会太容易拒绝。可你自己本人就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开车的时候不容易跟发传单的人拿，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不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不拿，臭脸的吗？就是说啊，不然就感兴趣，就是其实也没有在感兴趣。诀窍、啊，诀窍、啊。如果把他当路人，他是臭脸路人走过去。你好，请参考一下。好丑，没有办法。他说这个没有，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上面伟静哎，伟静，好忙哦。你很不给面子哎。对啊。我就走下来。我以前发传单是传单，是走诚恳路线，我觉得那种。除非我背包包，或者是那天心情好，我就会拿，就是看心情。然后我不然，如果他一直追问我的话，要一直在拿，我就会也很冲。哈哈哈哈哈！就是很像这样子，我不敢发给他。对对对。道具，对不对？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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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那我们现在先，你们先互通电话，待会会下指令给吴欣婷，
你衣服好像穿着啊，对啊，没有，这很像睡衣耶。你现在穿这样吗？没有啦，就像在家的时候，而且谁会在闹区里面穿这样啊？好了，喂喂喂，可以改掉。等一下哦，你要开始了吗？好，预备备，指令好，我指令已经乱死，不要这样，那你等一下就完蛋。可以了吗？好，倒数开始，带你过去哦。倒数十分钟下来吗？对。怎么样？你觉得你会成功还是他会成功？我觉得我真的蛮好认的啦，我刚刚照镜子都觉得，对呀、啊，我下来蛮帅的。哈哈哈哈哈！到底准备那个像来出什么海边的外景这样子？对啊。可是因为本来戴口罩的话，又加墨镜的话，都不是很舒服。对啊。到底眼睛比较不好。不是你戴口罩很舒服。对，像口罩、墨镜、发传单，有点像发，有点像要打人，有点像变态，像这样子。可是我身体也这样变装，我走在路上累死了。没有，因为他那个金发太明显了，会很想先看这里在干嘛。下班吗？那你真的会认出名声给我部分？下班因为那个金发太条了，你知道吗？太显眼。但不见得会认出他来。对，不见得。他的墨镜是你的，对不对？那请参考一下。然后请参考一下，这个是最近上的一部剧，然后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在 Choco TV 看得到，很有趣的。哦，请参考一下。请参考一下，这个是那个最近上的一部剧，叫做《摇滚毕业生》，很好看哦。谢谢。绕过我，没有啊，被拒绝的时候很尴尬。你好，请参考一下。对啊，哎呦，大家都不太难了吧？你好，请参考一下。你好，请参考一下。你好，请参考一下。好难哦。好难。会不会我打扮得太像怪人，就没有人想打？假发也太飞掉了吧！吴昕你的假发超飞的，哈，真假的啦？所以已经看到黑发了吗？真的，真假的啦？你不早点跟我说，我照一下镜。哦哟，烦呢，好难哦。OK OK， 对对对对，你好，请参考一下，这个是最近上的剧，叫做《摇滚毕业生》，谢谢。耶、yeah, ，成功。可是这里人很少哎。我大概发了四张左右。你好，请参考一下，谢谢您。嘿嘿。好，好少人哦。我可以出去那边发吗？就是，哦，要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好，比较多，但也有两位妈妈的样子。你好，请参考一下这个。哦，好。各种被拒绝。哦。大概有几分钟呢？差不多要下指令了。你好，请参考一下。你好，哎，好，看一下吧。来吧，我现在被好，好，好，等一下，不要太难，拜托，求你。
好。不会，我真的不会。不会。你是说敲就好了，手不要。敲敲敲。怎样？那你给我一个指令，什么点还是什么前进后退？边敲敲敲边拔。脚这样子啊？这样吗？我现在看到你。等一下，这样吗？我不会，怎么敲？我不会。你给我一个指令。对啊，对啊，这样子吗？这样子。好，你这样好机车哦。要跳多久？要跳多久？跳多久啊？嗯。跳几趴？好了，你刚刚你唱给他听好了。好，一分钟就好了。好快哦！你一分钟太长了。30秒。那我们唱歌给他听。然后你要恰恰恰看一下。你好，请看一下。你好，请看一下这个。对啊。谢谢。那我给你一点音乐啦，好不好？好。好，我假发整个要飞走。哈。好。恰恰，你好，请看一下。你好，请看一下。我觉得我现在超像小宝的。恰恰。你好，请看一下，谢谢你。可以吧？这样可以吧？你好，哦哟，风很大，烦呢、欸。我觉得我好恐怖。哎、欸，一人一个指令而已嘛。你好，请参考一下。好，只剩三分钟。只是，好，来吧。你好，请参考一下这个最近上的剧。谢谢。啊？什么？超烂！嗨，开光开烂！开烂！我英文很烂。It's 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好。讲 ABC 就对了。好。OK。现在开始英文模式，谢谢。好。Hi。Hi。等一下。Hi，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这样子。OK。Hi。开始，我还要讲。Nice to meet you. Good to see. 跟阿北笑啊。阿北。Thank you. Good to see 啥啦？西北玩啊。Good to see 什么 ？Good to see you.Good to see you. 他跟我说 OK, thank you. 他跟我连回他英文。他说 OK, thank you. 路人也太可爱了吧。Good to see you. Oh no. 台南。你等下要不要保护欸？对啊，我觉得好像要弄死。死定了啦。我说这样我不会了。好像没有我的假发。还有几分钟。快到了，剩几分钟。Okay. 倒数一分钟讲一下哦。剩二十。嗨。哦，1分22秒。还有1分22秒。Good to see you。他现在几张啊？几张你有数吗？你有超过10张吗？拜拜。我觉得有，而且有一两个人我都发了2张。嗨，哎嗨 ，Good to see。一分钟。他已经疯了，他在那边。他的假发。这个传单 good， 他都没有被认出来耶。对，他都没有认出来。好崩溃哦，这是我人生最耻辱的一天。
45秒。OK，OK。Oh my god。他还 Oh my god。Hi。不利。我开门。Good to see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Bye。阿贝，阿贝。Hi。Hello。好可怕。Hi。哎呀，什么还有什么啦？我没有吃到吗？15秒。Hi， 什么 ？Thank you。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Hello， 大家好。哎，我在最后冲刺发了好几张。哎，让他做。哦，好累。对啊，而且他都有完成我的指令，我有点意外。他真的没有被认出来。我可以回去了吗？现在有点害怕，他会。然后他会叫我大声干嘛干嘛，就很丢脸，然后丢脸要死的那种。好崩溃。但我觉得你比较会闹他。真的吗？你在剧组怎么样？我在剧组就不敢这样闹他、哦。那时候我们还不熟、啊。近才熟。如果我是那时候才出这个，我一定超无聊，不敢闹的啊。就可能就是说，对对方讲话，卷舌，好烂，超烂的，很爆，什么鬼啊？那就后来谁比较会闹谁？应该是我比较会闹他。对啊，所以他想先，可是他也觉得很好玩啊，好笑，觉得他有引诱，他很想杀我。你有没有想杀我？我有点杀你，对甲板还好，而且我甲板能控制。我刚照镜子被自己吓到，真的像疯破，不拿的话可能会受伤的那种。而且你刚扔进来的甲板，好崩溃啊！而且你刚才还说 Oh my God， 就连抱怨也是英文呢、欸。对啊，而且就那我就来看看你的，好，欸、是蛮多的，怎么办？是蛮多的，太难了，而且里面人很。少，然后加上很多人出来，脸很冷漠又很臭，我就不敢发给他。但你有被白眼吗？就是有被这样。啊，好冷漠。而且有一个是他从正面迎来的时候，我就正面就给他，然后他就这样。哈哈哈哈哈！绕过，绕过。但是我第一次跟那个人讲英文，他真的以为我是外国人。真的。你说他会英文？他说 OK OK，Thank you goodbye。那也算亲切，很亲切。我喜欢这种路的。妈妈是不是？是妈妈，真的很开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坐在椅子上楼梯间的一个小男生，我也说暗访台南，他说台南 good。假的。太好羡慕了。我真的好开心，有人跟我互动哦。弟弟吗？弟弟，哎、欸，他看起来很像是那种要去补习班那种认真上课的弟弟，他竟然还是台南棒，我觉得被安慰到。现在伟静头上都是汗，是已经开始紧张。没有，我刚才是笑到，我真的觉得太闹了。对，我要报复他，我想要报复他，我想要报复。我在想、欸，哎，你，我觉得你出的一定很。一定还好，对啊，没关系啊。那待会有人拒绝你，就刚死。OK，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打吧，不要这样，打、欸。如果有人说，哎、欸，不要那，你觉得，哎、欸，嗨，给你卖，给我一个五之类的，不要这样子了，就这样啦，我真的会被打。第一个指令，我是不会公布他的张数的，我要让你紧张。真的吗？欸、对，不要公布的，我可能告诉你。不是、啊，你一下去就被认出来了，我一点都不担心。不会，不会，你要准备好，我去那边接你哦。这边吗？对对对，我从那边。我说怎么整理起来的假发？对啊，我不知道哪里有。OK， 哪里有镜？有镜子吗？玉环，镜子。哎、欸，等一下，我开灯。那我帮你看好，我帮你看好。可是尤其前面那个黑。对。还是你的手机有吗？刚看到啊。他现在要整理他的假发。以那个上镜头看，还可以。哎、欸，你要讲一下假发的由来。我这个假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卖家看了我的无名小站之后，发现我好像很适合他们家的假发，就寄了很多假发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可以体验一些短发的感觉，就拿了很多顶假发。然后这是其中的一顶，他给你几顶哦？为啥这？来，对，所以我家现在就有各种假发，有长的卷发，或者是黑发，或者是假发。七月有被那些头发吓到。参考一下，哎，谢谢。在那个仓库的深处，我平常不会看。参考一下，谢谢。前会有吓死你了，我根本没有在你。真的假的？我听得出来，哎，我吓死你了。哎，参考一下，谢谢。大家那么高。
六月，他为什么叫我们？哈喽，那个学校个人的原因就像刚刚我们的学生也会一个不爱跳舞的俏皮的，然后拍他的，所以是立刻用第一个词。你现在就要用第一个词，哎，参考一下，谢谢谢谢，哎，好，你这个指令太可怕了。我刚我对，如果有人把手举起来就可以拍一个人啊，或者是我真的怕我会被打，我真的怕我会被打。你要开心。好好好。竟然拿了，好像还蛮多。而且你根本没有说请台下，他没有办台客啊，讲中文。我有台湾国语啊。我几雷公。我几雷公。然后可以很甜，那个甜美的感觉。甜美的感觉。就是雀跃甜美开心的这样子看，因为我也怕你被打，所以是。不要开心，人太好了。啊、怎么突然那么少人呢、啊？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还蛮难的，叫目标，再唱这个已经。哎，参考一下，谢谢。哎 ，Give me five， 和我一个歌。哎哎。完了，现在完全发不出去。现在没有人，没有人出捷运。他很衰耶，真的。刚你也有在。好巧。对。谢谢谢谢，参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空窗好久，我要纠缠，他在纠缠，我纠缠。好好笑哦！你刚刚那个有成功吗？没有，刚刚我口结果他完全不理我啊，他直接走掉了，怎么没人呢、啊？都没有人跟他。哎、欸，参考一下，谢谢。哎、欸、，Give me five、欸。哎、欸、哎，快起来哥。哎、欸、哎，我很尴尬，你给我一个资料。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怎么都没有人呢？哦，他来了！哦，这里有粉丝哦，有粉丝哦。那你现在做一些很不像回事。台客蹲，台客蹲，台客蹲。台客，台客。哈哈哈！这眼粉丝不敢过去，恐怖，回首都恐怖，会把被吓到。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哎，参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以后再加狠一点，再狠一点，再给他一个狠一点的。国民健康操，跳国民健康操，一边跳一边跳。还是台客舞？哎，台客舞也。好，你会跳台客舞吗？啊，你说方块步那个吗？对对对，方块步那个，然后动作大。好好好。那现在预备开始。天，好主动，一边跳一边发。参考一下，谢谢。哎哎，不是，哎呀，是台语，你是台语。哎，然后哎，哦，一边跳一边跳，要唱出来。哎，参考一下，谢谢谢谢。哎哎，哒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哒。还剩五分钟，我还有五分钟，我快笑疯了。哎。根本没有人敢拿我上。我已经现在是打包。参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他跟广播一样，那两个粉丝又什么颜色？对啊。我不想看他们。你有看到那个粉丝吗？粉丝还在吗？是吗？谁？你的粉丝？你旁边讲这电话这位大哥。他在拍照。他在拍照。他在拍照。在拍照。哎哎，参考一下，谢谢。哎哎，参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你等一下冲到，你等一下冲到下一个路人的正前方，然后直接跳给他看，然后说，拜托你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好。直接先跳一段，然后要唱。好好好，这个这个，我锁定这个。好。他直接走掉。下一个，直接面前。哎，得得得，参考一下，哎，对啊，直接说，他刚刚在，哎，得得得，得得得，对，没有人敢接近我，哎，那个路人逃走了，没有人敢接近我，
哎，哒哒哒，参考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还自己唱歌，哎，参考一下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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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哈哈哈，哎，参考一下，哎，哒哒哒哒，哦，这个，参考一下，哎，好棒，哎，谢谢，棒哦，哈哈哈，我觉得你很优秀。上课几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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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活力活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可怕，我好尴尬，我好尴尬。好尴尬，啊，那找点事情。你现在发很紧张。是蛮多的，我没有数，哎，蛮多张的，好像你正常的时候人家都会拿，然后你开始跳舞，大家都跑，真的，哎，哒哒哒，参考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不参考一下吗？这个，哎，这个很好看哦，最近的，你换个舞风好了，你换个舞风，你要刚刚啊 ，disco 会吗 ？disco 是什么？还是你很性感的，舞盘舞，舞盘舞是什么啦？很性感，啊。你刚刚有被抓，还没有粉丝要抓你。对，现在粉丝还没有，粉丝不敢，他们不敢靠近我，他们不敢靠近。那我们那时候粉丝过去，对不对？真的耶，那就失败，其实已经失败，对不对？参考一下，谢谢，哎，谢谢，哎。我记得我这样，我先把折磨完。你发传单给下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你一发，然后你就来一个，就是那个深蹲的起立那个翘屁股。就是用那种方式发发的。好啊。哎，你是不是下几百个指令啊？我不是下太多。对啊。等下，我已经结束之后去访问一下那两位粉丝。好。哎，常客级的，谢谢。哎，也有很多其他的。其实很多粉丝在现场，不止这两个就对了。哎，他拿了，有用哎。常客级的，哎哎。我真的很想死。你请问一些人，他坐在那里讲电话，那个人是用什么眼神？他就是嘲笑的吧？他已经走了吧？坐在楼梯间那个人有在看你。粉丝说想听那个 Boys on Fire， 要跳一下。Boys on Fire 可以吗？对，谁跳一下？你说那个讲电话那个吗？对 ，Boys on Fire。Boys on fire， 耶！再看一下，哇，这太崩溃了！哇，这太崩溃了！对啊，那个超强的，太棒哦！很棒吗？好，这个剩多久？剩多久？还有15秒，剩15秒，参考一下，谢谢。哎，参考起来啊！谢谢，拜托，哎，拜托，哎，好。三十秒是不是？好。长扣姐，谢谢，啊，谢。现在比较闹，现在闹太多，100倍。哎，参考一下，哎，谢谢，拜托，谢谢。倒数10 9 8 7 6 5 4 3 2。多张的，我也觉得好大的，你就被认出来了。你看这两个人，因为有比，但他们没有打扰他，粉丝的温柔。哦，真的吗？谢谢。怎么样？有比你多吗？他把全部拿走了。你觉得你有赢吗？我觉得我没有赢。那你还要穿着？哎，他没认出来了。那已经结束了。啊，结束了，不算。发完了。啊，结束了不算吗？凶神恶煞的走回来。早就看出来了，哇，超好润的，好热，太热，来杀一下，杀一下，你刚是去洗澡吗？因为太热了，我都是舞蹈动作哎，你跑去哪里啊？因为刚刚好像已经有些粉丝看到直播，然后他们已经过来了，他们发现在哪里，这么快，但是因为我都对他们很不友善，他们都是
就在旁边，然后都不敢靠近。怕你打。他就完全没有在理他们，没有在看他们这样。他能不能多发两张给他？对，多发两张，这个你帮我扣两张。你一定赢了啦。对吗？你帮蛮多张的哎、欸。可是我空窗期很久哎、欸。我也因为没有人出捷运哦。对。其实很多粉丝认出你们，对，七楼下很多，对，他们一直在偷拍，一开始就有人认出你，对，一开始我走上去的时候，要走去那边的时候，他们说违禁违禁，他说你还有书是不是？然后我就完全这样不理他这样子，嘿，所以其实你被认出来啦。这样子，我还没到定位被认出来不算吧？哦，反正你没有，他们没有真的打扰。对啊，你竟然输一张哎、欸，真的假的？几张？怎么可能？你有没有乱数？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乱数。几张？几张？剩下张啊？你好像真的输一张哎、欸，不可能，不可能，那我还是心底的。心底发剩28张，假的，我发到28，我不知道，你就死。我刚刚很混乱，我的头脑现在在验票中。7 8 9 10好像那种在等待的时间就会乱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拿。对，就是我们在听指令的时候，然后这样发的时候，就反而会拿。可是如果去跟他们玩，然后反而有些会害怕。哇，好尴尬。我们的惩罚也没有很就不会比你刚刚的指令还可怕。好吧，那就好。如果你剩29张，那也只有28张哎，所以你真的不是发输了。剩28张不是剩的，没有剩的，它是28、29，对，28，真的是输一张哎，所以就输一张哎，输一张，天哪！我以为我会赢呢，我以为我会赢，而且你回来感觉很薄。对呀、啊，为什么？而且我湿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因为湿所以薄吗？汗一直滴到、啊，有可能。这里真的是29张，真的，没有乱的，真的输了。好，不用再算第三次了。OK， 好，我们的惩罚很简单，说惩罚，只要下车找5位路人自拍就好了。啊，你的粉丝很赚啊，粉丝啊，正被赚到，正被赚到，真的。那我们一起下车，好，我也上车嘛，一起下车。那个电话可以，可以。好啊，那我找那个警卫。用我的手机吗？还是用他用对方的手机自拍吗？好怪的要求、喔！哦，我差点要跟他自拍。不行，别给我拿手机，拿对方的手机哦、喔。啊，这个有一个。干嘛？拜托，拜托，拜托。这个吗？你好，你愿意跟我自拍一张吗？但用你的手机哦。可以哦，谢谢谢谢。一位。你刚刚有认识他吗？有，你拿好吗？我帮你认出来了。我拿好。Every way， 全部地方。1、2、3，谢谢。谢谢你。你有看摇滚毕业生吗？有。有哈、哦，要继续看哦哈。好，还有谁呢？我还更难的。难的很难呢。找一个男生，有这边有一群人走过来。这个爸爸，这爸爸是像那什么？你好，你好，可以打扰一下吗？可不可以跟我自拍一张？哎，你找年轻人感觉比较容易。我不敢，好可怕哦！我也觉得好可怕。哎，那边有一个男的，戴眼镜。好，你好，你好，就是你。可以跟你自拍吗？用你的手机，愿意吗？可以吗？好，拜托拜托。
哦，真的假的？铁粉，谢谢谢谢谢谢。我还 J Special。哦，真的假的？谢谢。一二三，好。好，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系摇滚毕业生，支持一下。哦，真的吗？真的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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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想不太出来，想不太出来。Okay, 他林彦君呐、啊，啊，你问我，我说他是林彦君呐、啊啊，对啊，我是林彦君呐、啊，哎，又一，拜拜，拜拜拜拜，啊，什么、啊？什么、啊？好，戴墨镜的，墨镜女，有墨镜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救我！救我！可以跟我自拍一张吗？一张就好，拜托，美女。他直接那个女生直接跑走， okay. 直接好恐怖哦。他们很害羞啦。对，这个可以跟你拍照吗？然后他说好，就不好意思，学员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可是是用你的手机可以吗？因为我觉得你很帅。可以吗？可以。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你要去哪？你要去哪？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我好想挑战一个成年人。好，还是雨伞？雨伞？雨伞女吗？雨伞。就是脚踏车在望阿北，好像可以拍出浪漫。阿北阿北。跟他合骑一台。阿北利后，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一张就好了，拜托，拜托姐。目标是几张？一张。目标五，目标五。可是你帮我的话，我就快达成目标了。你在抓神奇宝贝哦。啊，我们可以拍。哦哦哦，没有人讲神奇宝贝。好，是宝可梦。神奇宝贝是小朋友在讲。用本，可是要用你的手机拍可以吗？拍什么？就是相机模式。好啊，我可以坐在你后面吗？啊，你这样拍，你好慢慢哦。好的，这样子。好啊，你按这个就是拍。哎，按那个中间。啊，好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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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北，祝你抓到很厉害的宝可梦。对对对对，好，超梦超梦。超你好你好。你刚才看我出糗很久，对不对？对。你有在嘲笑我吗？刚刚没有。谢谢。那你愿意跟我拍照一张吗？但是用你的手机，可以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你。不会。我在你后面好了。知道拍电影。你要这样自拍可以哦。可以。好。一二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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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五个了，五个了，五个了，哦、完成，完成惩罚，好玩呢。好的，好的，好的。寒假摇滚毕业生，但是应该也是。好啊，好啊。好。摇滚毕业生现在已经在华视、超 TV、赖 TV 都看得到了。然后，我在里面会跟星体灵魂交换，然后演的角色是要池中旭，个性比较冲一点，然后是一个乐团主唱，然后跟家里有一些家庭的关系，然后是靠灵魂交换之后星体来帮我解决的。对，然后我饰演的角色叫做夏一，他在家里是一个排行老二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家里很像一个透明人或是工具人，在家里很不受重视，然后他自己也是非常逆来顺受，直到撞到了池中旭，两个人灵魂交换之后要去过对方的生活之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都会彼此互相改变一些对方的生活，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大学生追梦的故事，相信很多大学生看了会很有感触。没错没错，然后灵魂交换也有很多很有趣的片段啊，什么互相要帮互相身体洗澡啊，什么尿尿啊，围巾刮一毛，对对对，很多很多很好笑的桥段都在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摇滚毕业生。好，成功，需要你贴心，成功。可以吗？可以了。OK 好。